遇见你的那一天，我一抬头，毫无准备贴近你的眼睛。我是外科主治医生，顾问。夏天，让悸动滋生。早上好。你喜欢笑笑姐姐？我爱。如今，四季已过。你对他是不是太过于在意了？有没有可能他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？他们两位可是我们医院的金童玉女。我知道是我自作多情，被跟高晨闹谈婚论嫁了，你为什么要耍我呀？让我们谈谈余生。听到了吗？我的心跳现在跳得很快，接近每分钟110下，但是我有定期体检，所以可以排除是我的身体的心脏类疾病。林之夏，我喜欢你。